好朋友来了，我们的夏导，这位是我们的第一次导演哈，这部电影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遇见贵人的首映，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，请大家多多指教啊！希望大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，一整年都会遇到贵人，不会遇到小人 ，OK？ 是的，遇到小贵人了，来我们的新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ny， 我在戏里面饰演 Joey， 我要是一名社工，然后。他遇见贵人是社工、哦，很色的阿公是这个，被人家色的。他是一个辅导官。好，那我真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，跟我一样在戏里面，在现实生活中都遇见贵人。来，我们新人就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人，我拍很多戏的哈。这次我拍梁导的遇见贵人哈。哎，你讲清楚一点，新的导演，讲清楚一点。梁导，你别丢怕了，吓到。梁导是导师的样子。梁导，我帮，你要帮你啊。新的导演哈，大家支持一下哈，谢谢。Okay, so enjoy the movie. Yes. Hashtag take two on social media. And 如果好看的话，带你的爸爸妈妈啊、弟弟妹妹啊、朋友啊 ，during Chinese New Year 去看 ，OK？ Enjoy the movi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我们这部电影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卖的是故事。你可以整体看完整部电影的故事，可以拿外来的电影来比较。我坦白讲，这一部的电影的故事一级棒。还有个新加坡有史来没有打架的戏，你们去想想看，新加坡电影有哪一部是打架戏很多的？这一部就占了很多，所以拜托大家，如果看得好看，多多帮我们分享啦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遇见贵人，快点打开，嘿，红花，谢谢。本地人一定要支持本地的电影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。